嘉明啊，听日场校际足球比赛你唔使落场啦。你班主任同我讲啊，你近排成绩差咗好多，功课又交唔齐，佢已经申请咧暂停晒你所有嘅足球活动啊。將昨日咧，我叫大家做嘅功課咧拎出嚟。黃嘉明，你又冇做功課啦？我已經同體育老師講咗，唔准你參加足球訓練班噶啦。你啦你，偷偷地走去練波啦。唔使解釋咁多。今日留堂做曬所有功課先准走。你講咩啊？我總之今日就唔會留堂，我而家就去睇足球比賽。如果我係阿 Sir， 我一定唔會咁樣對啲學生。你都識叫我哋交功課，交功課，交功課。咁早翻學，系咪抄功課呢？抄功課呢啲嘢唔得噶喎。嚇？你唔係日日抄嘅咩？係你今日都係發燒噶啦。唉，唔同你講啦，快啲抄功課先。拜拜。喂，早晨啊，等陣。早晨啊，郭 Sir。做乜今日咁遲嘅？遲起身啊。陳 Sir， 我哋唔使排隊㗎。阿姐，船名啊，唔該你。我魚蛋唔該。喂，洪嘉明，買嘢食去排隊啦！嚇、啊，我要排隊嘅咩？係啊，快啲翻後面排隊。我不嬲都唔使排隊嘅喎、啊。快啲去排隊啦！
嘉明，之前你踢波啲意思，你技術去咗邊啊？你依家踢到咁差嘅，我邊個單到你，你都唔入，我都唔知你搞乜。你定定喺度成個雪糕桶咁。唔好再講啦，最衰都係個班主任，成日都唔俾我練波。怎麼踢啊？你說班主任，有誰沒有班主任啊？你現在只懂得賴班主任，你經常賴三賴四，賴啊賴多一點啊，你練好一點幫你先跟我說話啦，入港隊我入港隊發夢啦，你說話啦。入嚟，陳 Sir， 你嗰班學生啲成績真係好唔掂喎，尤其是呢個黃家明，你睇下，再係咁，佢出年一定升唔到班，你都唔使旨意教落去啦，你自己好自為之啦。陳 Sir， 我根本就不想入大學，最想去踢球。好，你踢球都要識字的，如果你一天代表香港外國比賽，個記者用英文問你，你怎麼答啊？不如這樣，陳 Sir， 我定個時間表，同一三五，你來找我，不是，我來找你，幫我補習。好，那你就每個星期二四，就我去練球，不是，是你去練球。